我要请教、好，我之前有给地包腐乳套三号我也不好、我算之前有洗玉米素、我这一项后日南国南咱结裂了还有南西下去洗南油下去洗就可以你说可以可以啦可以啊、几号三号啦哦哦、我本来了这里要落要的又落肥了我是另外落一盒啊一包头落多少一分地你自己买一盒啊是吗哎嗯好哦、好好你什么东西他你我见你是种感冒嘛嘿嘿对对嘛、对嘿你在山顶、在梅山那种感冒嘛好好好 OK 对好 OK 这份感谢好好老师啊你在听收音机好不好好好好 好, 好来谢谢、来、来这你若是要落这个一盒啊不可以太早落你一定要等等这个伊有开花吼，咱即马得要开花啊嘛吼，差不多真济啊文旦，有诶已经拢要开啊，有诶较慢一点嘛，拢有这个花苞吼。所以你即马呐花种诶，这个所在你会当用这个三合吼，这个物件伊这个连足管诶吼。花种你伫转药啊时阵，你得当加咧甲转啊，上重要就是讲，即内底伊有一寡这个微量元素，所以你做花用先刷一个这个催花一个效果，你啊长。有另外他有，所以这通常是提来伫伫咱咧栽培，就是咧讲提来做这个催花吼，因为加较迄、加较磷拢真悬，所以你小甲喷者吼。那后壁哎后摆啦吼，后摆时阵你即马已经无啊，已经花种无用啊嘛吼，啊，过来到啥物时阵咧？到啊，你已经过大甲差不多的时阵吼。啊，中过迄阵，你会当阁甲即个阁摕来用吼，迄阵咧转叶片，那你转农药时阵，你会当甲染一撮，还是讲像热人惊伤旱虫吼，热人你有当时啊惊即个虫咧伤过头旱吼，啊，咱涂骹落一撮人家里啊，但是叶片吼啊转叶啊，你就会当加这落去转，啊，这倍数卖重吼，因为你咧用的时阵大概就是即个800倍、500倍甲800倍就足重的啊吼，啊，咱拢其实拢是建议讲上好，其实即个800倍。800倍转药面呢，因为咱阁有其他的一个药啊啦，啥物物件难做伙吼，所以呢，那是伫800倍咧用的时阵，应该伊的效果会特别的好啦吼，所以咱通常是这个方式吼，这個、方面呢，予咱听众朋友呢，当小知影者，就是讲大概咱安尼来用。会得到一个较好的一个效果啦吼，即予你小做一个参考。那么，涂骹你咧落的时阵，那是要落一盒啊，一般甘蔗类五盒啊，是一个足适当的肥料，落一盒啊嘛无啥要紧吼。比如讲你伫拄幼果即阵落一盒啊，但是搁较后壁较热迄阵，就卖落一盒啊吼，迄氮素伤过头悬吼，较歹控制啦吼。有时啊，那落雨啊是啥物，小可落一点啊雨，伊个就足旱的吼，咱就较无爱较歹控制。啊，你啊落五盒啊，就较好控制。所以有个人会落43的原因嘛是伫遮吼，为啥物因一直会感觉讲43真好用，就是因为我白落啊，伊个较无氮，较无遐悬，白白一包伊个氮嘛无遐悬。所以这是要小注意，所以你即马来可能是伫幼果这段细粒这阵会当下一撮啦，搁较后边来你一定爱配合这个咖喱来用，因为你咖喱无够吼，伊个长就容易旱长，啊一个旱长起来，咱上惊就是讲甘蔗类咱咧土红吼，春红是上好的嘛吼，虾啊这阵咱得爱来，可能到清明过了的时阵，偏啊落雨，咱得去甲落一点啊，涂骹得要去甲补一撮啦红咖喱。啊，为什么涂骹要去甲补红咖喱？就是无爱予伊一直变红吼。伊个即马，你如后壁到即个七月国历吼，七月、八月、九月、十月吼，虾仔红甲树仔红，遐个红呢到明年吼，伊成熟度拢无够，所以明年咧开花的时阵，人咧开啊，伊到后壁伊就等到伊成熟较开，会去影响到伊个整体的一个即种管理。所以咱甘蔗类要顾的好势，就是即个虾仔红吼，虾仔红甲树红爱较少一个，尽量卖予伊发生，啊要安怎卖予伊发生？
肥料吼，搁一下就是讲啊，咱落雨吼，平常落雨，咱就是光用一撮啊，即个红咖喱绿化钾吼。那今年可能咱伫即个蒜塘的这部分，你爱提炸吼，即蒜塘的这荒地，可能咱进前拢是伫清明去砍打嘛吼，就讲多数的人呢啊，拢会伫清明去砍打，加咱咧做即个蒜塘的一个荒地，今年爱提炸吼，因为温度伊。明仔后日落雨，过来温度也无降真低吼，这对蒜塘呢，然后二五度呢，伊就愈来愈滑油吼，而且对咱来讲呢，啊，其实是不好的啦吼，等于讲蒜塘当然影响就较大，所以呢，一般咱是会建议讲小改做者这处理吼，啊，这上重要是安尼吼。嗯，会当小来甲伊啊处理又好势吼、哦、啊，迄个用一点红咖喱啊，足简单一问题，六公斤卖超过吼、哦，因为伤济就唔好啊吼、哦，啊咱涂骹澹澹，咱去甲落一撮啦吼，啊你落的时阵爱注意啦吼，爱、哦、注意安全吼、哦。那么一个啊，遮侪年来吼、哦，咱真侪好朋友拢有照咱安尼咧做吼，迄、哦、种呢。啊，拢真正常的一个即个成长吼，等于讲你照你平常的即个广告，然后我甲你讲的这种方式啊，你去小看甲伊做一个即、這个有呢广告好势啊，大家呢拢会干嘛讲？哎、欸，好像真的还不错吼啊？为什么安尼？因为呢啊，伊这真侪落雨，伊甲肥流失，甲肥流失，伊担得有管，担有管理的行起来吼、哦，所以这里咧用呢，那总共用一盒啊，你要小注意者吼、哦，嗯。